无量天尊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子师傅啦。咁欢迎大家今日又嚟收睇三罗神功嘅视频。咁今日咧，我哋就系想又系解答一下一啲 fans 嘅一个常问问题啦，就系学法有咩好处啊？咁樣樣，咁啊呢啲人咧就會即係通常係幫朋友問啊，或者自己要俾個藉口自己啊，氹掂阿媽啊咁樣啦。咁啊點樣講咧？學法有咩好處？係咪？好簡單，我咧就係要將呢個咩係法咧 ？OK， 學法啊，我哋所修練嘅嘢係為咩咧？為咩咧？係嘛？有啲人咧就哦學法咧，我哋就可以啊刀槍不入。跟住咧就可以防身保命嗰啲啊黐 Q 線嘅，因為咧基本上係假噶嘛，你個刀槍不入，咁啊好明顯係唔 work 噶啦，真係打起上嚟係咪？咁冇用噶，咁不如學功夫 ，OK？ 咁啊學法為咩咧？我可以話俾你聽，為咗令生命更好。但係咁咧，學法本身自己係唔會令你嘅生命即刻變好噶喎，就等於話啊，你學咗呢個科學有咩好啊？学科学啊，唔知喎、啊，咁学科学梗系啊，可以令个生命更好啦。睇下周围啊，都有科技啊，系咪啊？咁问题就系、你净系学科学，你会唔会有呢啲科技啊？冇啊，你要将你个科学嘅知识摆落去唔同嘅嘢度，先可以创造啲科技出嚟，咁你先有用噶嘛，系咪？咁啊，譬如话啊，个阿妈，你咪试下问啦，父母系嘛？阿仔啊，即系喺度啦，翻学啊，个仔系咪啊？学数学有咩好处啊？唔知道啊，喂，计数咯咁样。但系咁问题，你去买餸啊，剩啊计数系用计数机噶，我做乜要咁样学咧？系咪咁辛苦？唔知道啊，你做乜要学咁多嗰啲方程式啊？啊 ，cosine 啊 ，tangent， 你学呢啲做咩啊？唔知道啊，学校要咯，搵份工咯。喂，你搵工嘅时候都唔需要噶、啊。你要打嗰份工系啊，做啊室内设计唔需要呢啲嘢噶，或者你做乜乜唔需要呢啲嘢噶，系啊，真系好多嘢都唔需要噶，系咪？但系咁啊，你要学噶嘛？咁啊，点咧？点解佢会有用啊？将来系因为你将呢啲知识摆咗落去你做紧嗰样嘢度啊嘛。OK， 即系好似你学咗好多数学系冇用噶，但系咁如果你摆落去，譬如话你将来我嚟你起楼嘅，咁你摆落去起楼度咪有用咯？或者你自己谂住整一啲木工嘅，你摆落去个木工度咪有用咯？系咪？法是一样的 ,ok, 学法呢是一样的。咁呢你学法呢就係咩呢我哋修炼嘅嘢呢就基本上可以简称就係咁样叫做先天能量啦。先天能量呢有三种 ,ok, 一白二黑同埋五黄。呢三种嘢呢我哋相应叫做元元始三气。好简单嘅啫其实呢其实咩嚟呢咁样。白呢就係、嘅能量啦 ,ok,呢一種嘅先天能量咧，就係一種陽性嘅能量，佢永遠咧就好似一種加多啲本錢落去啲嘢度咁樣嘅。OK， 佢咧就有呢種會加嘢嘅，會幫你咧即係好似加多啲、加多啲、加多啲落去咁樣。OK， 得我明白佢個胎碼問題，會幫你加多啲嘢落去嘅。咁咧如果黑色嘅咧就係一種幫你消耗。幫你會快啲嘅加速嘅 ，OK， 會幫你促進一啲嘢嘅能量。咁呢個黑嘅能量就好似氣力啦，黑啊 ，OK 就係咁樣樣。咁而最尾咧一個黃嘅能量咧，就係幫你可以制改，可以或者將一啲嘢咧去改變或者號令、創造、開始等等嘅力量嚟嘅。三種嘅力量好唔同啦。我而家舉個例啦 ，OK， 好簡單咁舉個例先。譬如话你去建工咁样揾工 ，OK？ 如果你而家咧系未去结面试嘅，咁你会需要多啲白嘅能量。点解呢因为佢会加多啲机会，加多啲嘅可能性，或者咧会忽然间多咗人揾你啦，或者系多啲希望啦，或者系你可以忽然间有啲贵人相助咁样，有啲新嘅嘢咧。會加入去你件事嗰度嘅 ，OK， 咁就係有呢個好處。好啦，譬如話你已經進入咗呢一個即係去面試啦 ，OK 嘅時候咧，你會想有多啲黑嘅能量。點解咧？黑嘅能量咧會幫你咧嗰樣嘢係運作得順利就冇咁多好似阻滯啦，或者咧有啲嘢阻住你啊，或者有啲棘住你就會好快咁樣咧就會搞掂咗啦咁樣。
咁跟住咧，你會需要誒，即係個決定嗰下請唔請你咧，你需要黃色嘅能量幫助啦。因為黃色咧就相應咧，好似人嘅心力啊，係一種決定主宰嘅力量。咁人哋個 feel 啊，望到你我個 feel 唔好，我就唔想請你，係咪？咁如果我加咗呢個黃嘅能量落去，佢咧就會改變佢個心，令到佢咧忽然間想或者特別。即係中意你，特別係偏向嗰邊嚇，特別係即係覺得啊呢個人幾好喎，佢覺得嘅啫嘛，未必一定好噶，係嘛？覺得係好緊要噶。當嗰個人覺得你好，佢就會請你；覺得你好，佢會同你拍拖，係嘛？所以咧，呢三種嘅嘢咧就係咁樣可以用，而基本上你可以好簡單咁嚟睇咧，學法咧就可以運用呢三種嘅先天能量而。運用呢啲能量當然唔係你自己本身嗰啲啦，因為你自己本身就已經運用緊啦嘛，每日 ，OK， 你去做每一件事，你基本上你個身體咧已經運用緊你自己嘅資源啦，所以我哋學法嘅人就明白，係因為你自己已經唔掂啦，所以即係你唔夠啊，你已經係嘛，你仲揞乜嘢荷包啫？你已經唔夠錢，所以咧你就要揾一個大佬啦。呢、这個大佬咧就係個法源咯，即係大過你咯，有錢過你嘅有錢佬啦，係嘛？咁啊，佢就可以資助你咯，係嘛？咁我哋呢個法源，即係嗱，講緊我哋個派嚟講啦，你開個壇，個壇就接駁個法源，法源就可以俾呢啲資源俾你啦。當然啦，喺個派入邊，即係學得勁嗰啲咧，就會係幫手去令到個法源係更加大啊，入邊有更加多嘢咁樣啦。而新仔入嚟咧，佢都會學識點樣去回供俾個法源嘅。好簡單啦，譬如你個壇要上供啦，買啲生果啊等等啊，呢啲即係後天嘅嘢啦，佢先天係冇噶嘛，咁你就供奉呢啲俾佢啦。咁跟住你咧就可以有嗰啲能量可以用啦，啱啱講嗰啲。咁學法基本上咧就係學緊點樣可以提取呢一啲嘅能量出嚟，跟住去將佢譬如話set 咗我嚟發生啲咩事，我用落去邊度咁樣。所以咧你就會學到好似話譬如話呢啲符啊嚇，或者寫啲花字啊，寫啲嘢咁樣就係用緊呢啲能量啊。基本上咧就係話要提取。呢啲嘢 ，OK， 落去呢一度，跟住我就將佢咧擺落去某個樣嘢，譬如話貼喺間屋啦、大身啦，咁跟住你就可以將呢啲能量咧擺去唔同嘅地方啦，將佢咧就係運用落去嗰件事情嗰度噶。譬如話啊，你而家去旅行咁樣樣啦，啊一家四口冇乜嘢啊 ，OK 啊，媽都去旅行啫嘛，點用得著？得你諗下，旅途平安或者嚇啊。開心啲，唔好鬧交，或者去到咧可以揾到多啲有趣嘅嘢睇咁樣，令到你嗰、那個即係你個旅行冇浪費到你嘅金錢啦。你買咗咁貴嘅機票去到嚇、啊，哇！原來去呢度有山門，嗰度有運吉咁樣，係咪好唔過癮啊？咁你想旅途愉快，你可以啊嚇、啊、加多啲白嘅能量啊，係嘛？白嘅能量會點啊？幫助你有多啲嘅機會咧，啊可以有多啲嘅好嘢發生咯，將來係嘛？去到嘅時候可能會遇到呢啲好嘅店鋪啊，咁樣機會大啲啦，又唔會話咁多，即係好似食白果咁樣。喂，明明去到呢度有閂門，嗰度有爆炸咁樣，係嘛？好冇癮噶嘛。或者旅途平安啦、順利啦，係嘛？哇，過關嘅時候無啦啦俾人哋扣留四個鐘，都唔知做乜，原來就係 check 緊你個袋入邊咧有粒電池，跟住咧就人哋就唔知搞到以為係乜鬼嘢，跟住你就。咁啊嚇，嗰班機咧就四個鐘啊，咁就去咗係嘛？有啲黑色嘅能量幫助你化煞啦，係嘛？將呢個問題解決快啲過嘅 ，OK？ 由四個鐘縮到變一個鐘搞掂都好啊，係嘛？你乜都可以用噶法術 ，OK？ 你去啊啱啱講過啦，即係譬如話面試咁樣又可以用啦，你去啊拍拖。啊，又可以用啦！你去食飯去見人啦，啊傾生意你又可以用啦。總之係咩都可以用，只不過係話好多人咧就係、是停留咗喺呢一個階段咧，就係話佢唔識得去用咩法術，即係好似點樣用一個方法咧去運用出嚟。OK， 即係我又有能量啦，我知道。咁我點樣擺落去呢一度咧？點樣叫啲能量擺落去呢一度？咁我就可以運用到令呢樣嘢發生咧。咁樣呢啲咧，你就要學同埋要問啦。因為咧一路問嘅時候咧，我首先可以教到你噶嘛。譬如話啊，我而家有呢個情況啊，有咩可以幫到我？有咩點樣可以運用咁，我就可以話俾你聽咯，係咪？咁你運用咗，咁啊下次又識啦，咁樣係咪？
呢個就係學法，基本上就係咁樣，就運用緊呢啲嘅能量咧，去令到生命咧可以改善啊！啊，啲唔好嘅嘢咧可以改好，啲已經好嘅嘢可以令佢更好，或者你已經成功咗嘅嘢咧，係防止人哋咧可以偷走或者係毀壞你已經即係做咗嘅成就啊！咁啊，呢啲嘢係咪好緊要咧？當然啦，即係譬如話你已經啊搞掂啦啊，呢一個生意傾完啦，揾十拿九穩啦。你可以被人搶走咗噶嘛？唔係你落啲法術落去，令到避咗冇呢啲嘢去守住佢嘅，咁你咪減少咗好多人可以中間從中好似搞到你嘅機會咯，係咪？咁所以學法係一個生活上樣樣都可以用得着嘅嘢，而唔係話好似你撞邪撞鬼啊，有嘢上身啊，啊又見到聖，跟住先至需要法術咧，呢啲太遲啦 ，OK？是太遲了，你已經是即係已經係哇急症啊！你已經，但係咁基本上普通人冇事嘅時候咧，當然都係可以用法術噶啦，係咪？都係用喺唔同嘅嘢上邊咁樣，令到生活樣樣嘢都有法術嘅扶持咯。譬如話煮飯都得噶，每日煮餸都可以加啲法力落去嘅。咁你食嘅嘢啊，對你有益啲咯，啊幫助你啊個身體快啲可以啊新陳代謝啊等等咯，係咪？所以咧，又可以避免你病咯，咁樣。咁啊，呢一啲嘢你可以睇到學法嘅實用性係好高嘅。但係咁當然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學法可以去唔同嘅門派學，係咪？有啲門派咧，佢教唔到咁多嘢俾你；有啲門派入邊冇料嘅，有啲門派有料嘅，咁你唔知噶嘛。所以咧，你揀自己應該學邊一個派嘅時候咧，最緊要就係記得嚇，第一睇下你同邊個派有緣啦，即係話你。哪一個人可以跟你溝通到的，接駁到條線為之有緣、OK? 譬如說你 email 我，我可以跟你講到嘢的，大家有緣了。有些呢你看到他的視頻，跟住你跟他講嘢溝通的時候，或者找不到他 email 冇緣了，係嘛？或者你 email 他不應你冇緣了，係嘛？有緣之後要怎么呢、啊、你看看夾不夾咯，好似拍拖咁、啊、你跟呢個人。你啊，我可唔可以同你啊嘗試啊拍拖下咁啊，同你傾偈？喂，有啲你同佢講，佢唔騷你噶嘛，係咪？好啦，佢騷你啦，咁你就睇下傾唔傾得埋咯。咁譬如話你同我講嘢啦，咁樣咁我睇下我同你講嘢傾唔傾得埋啦，或者係你睇到我平時嘅嘢夾唔夾你嘅，即係你嘅口味啦，咁樣。好啦，夾啦，咁你咪認真擺落去，擺個心機落去學，拜師入門咁樣，咁都可以學法噶啦。OK， 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如果係有興趣想學法嘅話，可以電郵 email 我哋啦，咁咧就可以拜師入門啊，學法啊咁樣噶啦。咁咧，我嘅即係主要而家咧就係即係教啲弟子咧，就成日都要話，你要多啲用法術，將法術咧啲法力咧擺落去你嘅生活每一個唔同嘅環節都可以用嘅。OK， 咁你啱啱學有啱啱學嘅。招式可以用、啊、你學得多的又可以有即更加進階的可以用，基本上你是要由小去慢慢累積去大，你開始慢慢要用多一點，你就會越用就會學得越好的了。 OK， 講到這裡是這樣，拜拜。